这一小节呢，说明输入跟输出。好，要输入的方法，要这个是 Python 提供的函数叫 input。好，然后预设呢，你输入不管是输入字串或是数字，它的预设呢就是把它当成了字串。哦，这个是它 Python 设定好的函数。然后呢，它把你这个输入的东西呢，命名为 my age， 哦，这是输入。啊，你的输出呢，印出来说你将会，好。所以这边呢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指令哈，第一个呢指令叫做 int my age， 这叫形态的类型的转换，就是说呢，它把使用者的输入资料呢转成数字 integer。各位注意到哦，你明明这个地方明明输入20，对不对？它还是把它当成字串，所以你要把它转成整数之后呢，加一。好，因为呢，在一年之后，你就会变成21岁。但是呢，要输出之前要注意到哦，你是字串，这是字串，不能相加，所以你还要再把这个整数呢转化成字串。好，所以这个呢可以当成你的输入跟输出。